我们始终不办高升，我们力求直播传真。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19年9月8日，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，美国电子烟肺病潮在天王魂成因仍众说纷纭，文章来源BBC 于2019年9月7日，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，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。美国俄勒冈州公共卫生部门称，当地又有一人因严重肺病死亡。官员怀疑肺病与死者生前吸食电子烟的习惯有关，与早前另一死亡个案十分相似。六月底以来，美国约有200人患上一种神秘的肺病，专家无法确定病因，但怀疑与他们吸食电子烟的习惯有关。当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Prevention 指出，他们当中许多人吸食的电子烟都含有 THC, 一种在大麻中常见的物质。俄勒冈州卫生官员指，病者大多原本十分健康，但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。华盛顿邮报报道，病者购买含有大麻的电子烟，他们患病与电子烟中醋酸盐维生素 E 成分有关。美国有推广电子烟的组织认为，这些病者都是因为抽了含有大麻成分 THC 的电子烟，但卫生官员认为类似的个案很可能早已经发生，只是当时都没有把发病的原因归咎电子烟。这些人患了什么病？专家目前仍然不知道患病的成因，但病人中有一共性，他们都有吸食电子烟的习惯。病人的病征包括咳嗽、气喘、疲倦。部分人曾经呕吐或腹泻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疾病透过一种病毒或细菌传播。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已经着手测试他们取得的电子烟烟油样本，看看当中有没有有害物质。抽电子烟安全吗？世界各地政府对电子烟的规定不一，新加坡去年已经全面禁止吸食电子烟，而香港和台湾等地仍然在商讨相关法案。英格兰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England 去年2月曾发表报告指，有证据显示电子烟对健康的损害比一般香烟少。他更建议吸烟人士应利用电子烟协助他们戒烟，但之后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有误。在美国，除了一般电子烟，公众也可以在黑市买到一些含 THC, 一种在大麻中常见的物质的电子烟。美国电子烟协会 American Vaping Association 认为，近期这些严重肺病案例都是由这些含有 THC 的电子烟引起。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医生布莱恩金 Brian King 指出，外界就不应该认为电子烟完全无害。目前已经确认电子烟内有多种有害物质，包括铅、非常微小的悬浮粒子和一些可致癌的物质。他指出，电子烟还含有丁二酮 diacetyl, 一种令电子烟抽起来有牛油味的物质，但这种物质可引致严重呼吸疾病。赖恩金还指出，由电子烟引发的严重肺病可能已经发生许久，只是之前没有发现。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，晚上七点半。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。
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，拜托你订阅、点赞、转发或者打赏。您的支持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。文章来源 BBC 于2019年9月7日。支持我们，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记世家赞助播出。订餐电话 510-465-1888。